是有人拿枪指着你。觉得你很心机。520快乐，今天我菲比就化身爱的小天使，就是让身边的朋友可以勇敢表达你的爱。哈利强，520我爱你，你最想对谁说你爱？我最想对我妈妈说我爱她。那现在呢，你要马上拨电话给你妈妈。好耶。安迪妈，安迪，安迪，我是李强行认识的女朋友耶。哎呀，这样我好开心的，我晚上不用睡觉了。因为配合那个520啊，所以我要对妈妈说 I love you， 我爱你。儿子，我也爱你。耶、yeah, 爱你爱你。这位就是我们 SO 欢喜台欢喜板豆的重要人物。喂，姑妈，我要跟你讲一个东西。姑妈，我爱你。你要自杀啊？不要这样啦！我可以介绍热线给你的，介绍现在 number 给你。什么事你不方便跟姑妈谈的话，你跟那个咨询人员谈，然后他们会救回你的。真的，这次是真的是我爱你哦。我不会相信的啦。为什么不相信我？姑妈有故障了的吗？还有很多人。今天是520嘛，就跟你讲我爱你这样哦。哎，我们看到主播 ，Hello， 主播你好，这是新会520，你有特别想对谁告白吗？对家人吧。喂，妈咪啊，只是想跟你说一声我爱你。哎呀，你行动一点可不行？就我现在行动了，我现在打电话跟你讲我爱你啊。你永远是我的最爱。啊，爱你哦。好。嗯嗯。520我爱你，520我爱你。那你最想对谁表达你的爱？快点说说，就是520要到了，那我不知道跟谁讲，所以我就跟你讲咯。 I love you 啊。520我爱你，520我爱你。那你最想对谁表达你心中的爱？当然是家人哦，爸爸妈妈还有我的爱人。张翠文，哇，爱你。为什么我会讲这句话呢？因为要谢谢你哦，对我做了很多很多很好的事情，比如说晚上带我去吃那个炒包菜啊，然后又带我去旅行啊，然后旅行的时候哦，你又给完所有的费用啊，尤其是你酒店啊、机票、business class 啊，谢谢。所以我要跟你讲，我爱你。不是有人拿枪指着你？太爽。May 20 is a day for express your love to someone you love. Oh, of course, my wife. Okay, can you call your wife? What, now? Yeah. I just called to say that thank you for marrying me and thank you for still being with me through thick and thin. And I love you very much. Yeah, hi, Alizian. I'm here to say that I love mommy. I love you. Love you too.Thank you so much. 其实呢，真的可以发现啊，一般像比较传统的华人，对于说出我爱你这件事情还是比较害羞的。可能像其他语言台的那个朋友在表达爱的时候，反而他们会能够很自然、很直接的。所以不要害怕表达你的爱，在这个520，我也想要向所有我爱的人，包括你，说一声 I love you。我爱你。